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你知道我站在这里要看你们久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看你们的脸上有没有笑容。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带着笑容，我们的脸要有笑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喜乐的 ，Amen。那我们来赞美他。当我们还没有赞美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是圣经彼得前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开口的来唱，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开始读哈，一二三。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Amen。 感谢主，在上个星期我们才刚刚庆祝过耶稣的复活，他的大能是在他信的人身上，让我们有能力有盼望。但是我们要颂赞这一位自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奇妙的恩典和救赎，因为信我们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我们得着盼望，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生命的赎价。我们现在要带着感恩的心继续的来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停的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千年立住在最终时，内心毫无亮光，借深深眼望梦光照，记住聚我心房。何等奇妙，就
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主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可以有能力。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我们一起拍手来唱。向前信靠主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怜悯和恩典。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意思，这一生都是祝福。是恩典之路，你
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乱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谢主是无限的恩典带领我们，我们将时间交给志江牧师，然后我们招待员。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奉献的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人生真是你一手一脚一带领，一步一步的进入今日的恩典。主啊，多谢你，我们为了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心意，我们奉献少少的金钱，求你祝福使用，让更多人都可以好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入你的恩典。主，荣耀归你，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收奉献的同时我有少少的报告提醒大家，我们已经报名了去麻坡的弟兄姊妹请大家可以将你的去的费用交给 Chris 姊妹。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按着我们一路来的主题基督的角度，从马太福音来讲今天的信息马太福音所讲的基督角度是神把我们从黑暗里救出来，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在马太福音发觉到有一个程序，那个程序就是知道错想改，知道错想改，跟谁？跟耶稣之后恢复和建造的这个过程。今天是58讲今天讲结果，正是明白
在馬太福音的13:15-23，這樣的主題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就是什麼叫做明白。大家知道什麼叫明白？很多時候我們家的小哥，你明白沒啊？明白。okay，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很難分究竟什麼叫做真正的明白。所以我們彼得弟兄在這裡，我講個笑話，一個笑話來的，那個笑話是周不時在馬來西亞發生，就這樣的。 okay？ 有一個士頭呢，他的財顧就辭了職，老了退休，所以呢他就請多了一個財顧，一個新來的財顧呢，他士頭為了知道他得不得，所以就將公司的一盤數交給他計，計數。okay？那個石頭就吩咐你要計三擺啊，計三擺。之後呢，那石頭就出了去，但是石頭呢臨放工之前回來就問他財顧了，計好沒啊？你說計好了，財顧說我計好了。 OK， 有沒有計三擺啊？有沒有計數計三擺啊？有。那給我看看。那給財顧就說有三個答案啊，你要看誰？大家知道說什麼？因為你計數計三擺，意思計了三次，那個答案是一樣的，叫做計三擺。他是計了三擺，算了三擺，但是他跟他士頭說有三個答案，你有誰？大家知道個問題嗎？笑話在哪裡？笑話在哪裡？所以很多時候你不要笑人家，很多時候我們想著我們去讀書的時候，或者學東西的時候，或者我們學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明白的，我們以為我們明白的，但是做出嚟嘅時候唔明嘅喎，就好似我四個嘅時候咧，我媽教我煲飯，識唔識啊？識，好簡單嘅嘛，拎個米去洗咯，之後放啲水咯，之後放個電飯煲咯，之後煲咯 ，OK， 幾簡單，簡唔簡單啊？簡單。嗱，係我講我識咗煲飯啊，每次煲個飯都燶嘅喎，唔係燶又半生熟，咁我識唔識啊？我哋人生就有好多咁樣嘅問題發生，好多時候我哋以為我哋明白，但最後係唔明嘅喎。所以我俾你咁樣樣，我有一個困境咧，我就揾啦，都到死明白係點樣定義啊？所以我喺睇好多書嘅時候，我睇到一幾句咁樣好莫名其妙嘅話，就係咧，我發到明白在中國人的睇法入邊咧，就有呢三句話。嗰三句話係咩咧？佢講咧，原來明白咧係有三個層次嘅。啊，三句話，三個層次。嗰層次就係睇山係山咯，睇水係水咯，睇山係水，睇水係山，睇山還係山，睇水還係水。你哋明白嗎？呢句話。我看了這本書的時候，嘩，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寫這樣的東西。但我看下面的解釋呢，我沒有寫了，因為下面的解釋更加離譜，有很多誤會的。為什麼呢？那個解釋就這樣寫的，山呢是常態，水呢是變態。你變態想到什麼？你我們更加又不明白，所以我又發覺一件事，寫這件事呢是明朝的一個人寫的，就是說相隔呢六百多年的事啊。哇，你怎麼會明白啊？原來六百多年呢寫變態，不是今天我們想的變態，是什麼意思呢？常態就是說它固定的姿態，變態就是改變的模式。按照現在的話呢，這句話是怎樣說的？我哋學嘢咩明白？要睇到固定，又睇到改變。啊，咩叫固定？話你有一日話臨落話清明啊，清明大家好多人翻錦江咯，啊，翻睇到個大白公山嘅時候，廣府二山嘅時候，嗰個墳墓仲喺度，哇，冇變咯，冇變咯，冇變係固定咯。話哎呀，邊個同嗰度賣雲吞麵喎嘅？哇！哎，食嘅時候，哎，同係20年前嗰個味道冇變，呢個叫做咩？固定咯。喂，哇！呢度起咗好多屋喎，哇！啲樹冇曬喎，我琴晚記得啊，好多常山喎，我話放曬啊，起曬屋咯，呢叫咩？改變啊！
原來我哋世上嘅嘢，我哋睇所有嘢，我哋睇到咩？睇到一啲固定嘅嘢，睇到一啲改變嘅嘢。所以如果你識分乜嘢係固定嘅，乜嘢係改變嘅，你係明白嘅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係咩咧？睇到固定嘅如何改變。啊！朝早起身嘅時候，你照個鏡，哎呦，有皺紋咯，老咗咯，唔係再後生咯，你冇？唔似以前咁樣十八歲滑捋捋咁樣啊！話今年六十幾歲、七十歲變咯，老咗咯。你係固定嘅，你同係你啊嘛。不過呢個固定嘅你，記住歲月嘅經過，你好似產生改變，由你嘅樣嚟到你嘅身形，同埋也睇到嘅人，或者你去同樣嘅一個個 B 店，尋日嘅個 B 店同今日嘅個 B 店係嗰啲人係唔一樣。固定嘅係嗰間個 B 店，改變嘅係嚟飲茶嘅人一樣啊！上個禮拜嚟聚會嘅人同今個禮拜嘅聚會嘅人係一樣冇？唔一樣啊！可能同樣嘅一個人係帶住唔一樣嘅心情，所以呢個係第二個階段，睇到固定嘅如何改變，睇到改變嘅如何固定。即是说在固定的东西你可以观察到它改变的痕迹，看到不断变的东西你捉到它固定的模式。不要看到这件事很简单，其实这件事你学到的话你要发达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经常改变又固定的？股票、股票每日的价钱不一样啊。但那些很厉害的人，很明白股票的人，就知道那些不变的价钱怎样一个固定的模式，你找到的话你又发达的了。 你投资股票你肯定是发达的，好像巴菲特一样。所以当你明白一样东西，捉到去固定的东西，固定怎样变，怎样变入面又是固定的模式，你肯定发达，无论你做哪一行。其实就算你是做计数的，你做财顾，你每日计的那些数，那个数目是一路变的。但是一路变的数目，你知道怎样固定的找出计出那个真确的答案吗？是这叫做改变的固定。那你看，不是日日都赚钱啊，今天赚多一点，明天蚀一点，蚀一点赚一点，赚一点蚀一点，最后怎样你都是赚钱。就是第二個階段。所以到人生你老的時候，到你去清明七八十歲回去清明看到那些墳墓的時候，你去不去到另外第三個階段，看到固定如何回到固定，看到固定的怎樣回到固定。好像清明有一首詩，路少離鄉，路少離鄉少年的時候離鄉，路離返返錦邦。那個樣子沒有變，不過白髮齊眉，老了頭髮白了。那些很細蚊仔三四歲的看到我幫我打招呼不認得我，因為我認識的人隨際去了大白公山。这首诗啊，老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OK， 一首这个是宋朝的一首好好的诗。OK 吓，我哋今日我哋清明的时候看到很多坟墓的时候是。有些你認識的人已經回塵歸塵，土歸土。有人我不斷變的人，幾時我一日都是塵歸塵，土歸土。好像看那些小說那樣，萬劍歸宗，萬法歸宗，什麼歸宗，其實人都是這樣。你怎樣厲害，你怎樣健康，幾百年之後我們只不過是聖經所說的塵歸塵，土歸土。所以這個是什麼呢？固定的如何回到固定，改变的如何变回改变。正如传道书说，
生有时，死有时。以为呢啲事系新嘅，点知旧摆就有，天下无新事。OK， 全老师讲。所以原来人生你我哋想经历嘅，我哋想明白一样嘢嘅，系要明白去固定嘅状态，同埋去改变嘅模式。你捉到去固定嘅状态，你掌握到去改变嘅模式，其实你就系真嘅明白。其实唔系好深噶，我想问，睇到好深嘅字啊，定系讲出嚟好简单啊？点样嘅咧？我讲煲饭，煲饭咩嘅？请问嗰个味系咪固定嘅？你阿妈以前卖嘅米，我今日睇嘅米都一样啊！大家系电饭煲就电饭煲咯，啊几多乜米要加几多水系固定噶，但系固定嘅米、固定嘅水，你开咗电之后煲熟咗，嗰、那个米变成饭，系咪改变？但系改变系讲你放适较啱嗰个水，佢就唔晓煲窿，亦亦都唔晓本生数。佢曉變，但係佢嘅變係固定嘅。咁樣我捉到呢啲嘢，係咪？我咪識學識煲飯咯。所以我煲出嘅飯咪食得咯，唔曉窿又唔曉本生熟，明冇？所以任何一樣嘢你要學嘅，你要學到呢個階段，你就叫做你真係明白啦。嗱，大家冇點頭啊？今日嘅道有今日嘅信息有一個難題啊！今日其實係功課，今日考你哋。今日講嘅道係考你哋啊，好殘忍。今日有多少殘忍啊？ Okay, 好，我以咁樣嘅角度嚟睇今日嘅經文嚇，我哋先祈禱先。親愛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呢個世界係不天一天一天嘅咁樣改變，係一天一天變成腐敗，但係一天一天喺腐敗中，我哋睇到新嘅盼望。看到神你做新事，看到神你是尽在你的旨意、你的模式去拯救这个世界，同埋去拣选同埋恩待所有信靠你的人。但主啊，我哋承认我哋是一个有限的人，一个尘土所做的人，面对这些的改变同埋这些变化万千、百花齐放，我哋难免。要迷失了自己，迷失了信仰，迷失了对你的信心。求你施恩怜悯，求你自己的圣灵的启示和带领保守我们的心，让你圣灵给我们聪明智慧启示，让我们真明白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的扩大深厚，是何等的可以让我们可以将一生和我们家人我们子子孙都交托，因为你是可信，你用你的美意，用你厚厚的救恩恩典来恩待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体会明白，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明白，可以快跑跟随你，因为你是慈爱恩待我们的神。随听我们的祈祷，祝福这个聚会，无论讲的听的都有属天的智慧，开我们眼睛看到基督的华美，荣耀归主。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开始讲，因为这个百姓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是眼睛是闩着，恐怕眼睇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嚟，我就医治佢哋。今日点解要讲明白咁重要？因为第一节经文十五节就讲到清楚，当你明嘅时候，你就得医治。所以耶稣嘅就讲，但你哋嘅眼系有福嘅，因为看见咗你哋。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又讲的时候是对治门徒，耶稣是对治门徒，耶稣对治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好像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妹回到教会，我们有机会读圣经，有机会听耶稣讲过的话是有福的。
因为耶稣基督未诞生之前，你知唔知有几多人千年喺度等待，等待耶稣基督嘅诞生，等待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之后佢要做乜嘢？每一班门徒啊，有福啊，亲眼睇见，亲耳听见，听见睇到耶稣所做嘅嘢，听见耶稣讲嘅话。但系有福嘅人，你真系蒙，真系知道你有福啊！好似今日好多细蚊仔，好多细路哥，好多做儿女嘅，阿爸阿妈好辛苦，扑身扑命啊！捱奸底嘢啊，捱生捱死，揾到錢買間屋供你讀書啊，俾你有親温飽啊！以前做啲硬啲就知道幾艱難食只雞啊，日日有肯德基食，但係人好奇怪喎，食多佢滯嘅，成日喺屋企講咩？我唔幸福，我好錫，我好悶，阿爸阿媽冇解嘅，成日韞住我屋企啊！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你阿妈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你阿爸哎，你阿爸年年带我出国了啊，我爸妈早都死啊，新加坡都没带我去啊，真是衰啊，身在福中不知福。耶稣同样的提门徒，你知不知道你们身在福中啊？好多基督徒翻嚟教会，好多基督徒蒙福嘅时候，我哋知唔知道我哋身在福中啊？唔知啊，有时真系唔知啊。所以呢个经文同我哋讲，只要你明白，只要你心里明白，佢值得马太值得强调呢个字，你发觉到有一个字喺呢段经文入边不断出现嘅，就系心。你心里明白，回转。就得意思，你哋有福嘅，因为你哋睇见，因为你听见。以前嘅人，先知同异人，佢唔系乱咁样嘅，佢唔系用普通人，一个以前为神大用嘅人，有恩高，有启示，有能力祈祷，天就落水；唔祈祷，天就唔落水嘅人，都睇唔见，但你哋睇见。你如果觉得你有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礼拜你不像其他人在外面去索兵睡觉的时候，你回来教会你觉得你有福吗？这个就是马太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对所有信耶稣的人发出挑战。你知道有福吗？你知道你身在福中吗？你知道吗？整个经文关键是心能够明白，睇同聽只係媒體，但係唔係耶穌講咗一班人，呢班好奇怪啊！沒有媒體卻明白，你哋唔好講笑啊！你諗好，你記得一條友叫多馬，我就叫多牛耳噶 ，Thomas 啊，多馬嘅啊，耶穌復活嘅時候啊，嗰啲人講耶穌翻身啦，嗰日佢冇翻嚟教會啊。之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没看见，之后那些人跟他说，哇耶稣啊复活了啊，我给你看啊，那条多牛耳啊，条多马多牛耳啊，就说我不信，除非啊，除非在他的面前出现，即是我手呢摸到手有窿我就信了啊，那条多多马多牛耳啊，okay? 之后耶稣一讲完，耶稣就出现了，又出现了，哇他就怕啊，所以耶稣跟多马讲了的话，你看到你定信，那些没看到就信的人就有福了，比你更加有福。所以耶稣说这班没机会没这个福分看到听见的人，但是他们却明白什么叫福分。所以这班人比我们所谓要看到耶稣正信的人是更加有福。希伯来斯都是这样说的，希伯来斯第十一章讲信心的时候，他讲什么？好多人，他讲出好多好多圣经的人物，讲出好多好多人名，他讲什么？这些人他信，但是到死那一天都看不到他所信的东西出现，但存着信去死，死那一刻他都信，
佢死嗰一刻，佢所信嘅嘢都冇出现，佢都冇睇到，冇听到，但系佢到死嗰一刻，佢坚持信。所以希伯来斯讲咩？呢班系地上不配有嘅人。哇！你知呢个称呼称赞几高水平啊？因嘛，叫咩啊？呢啲人啊，唔配喺世上啊，只配咩啊？只配天上有，不配落凡间啊！讲呢啲人，弟兄姊妹，咁好多时候我哋咩？俾我睇到啦，俾我睇到就信啦。哇！其实呢啲水平好低啊，呢啲要求好低啊，呢啲料啊好低啊。你冇睇到你就信，你更加有福。咁啊，你睇到听到。你唔秒有覺得你係有福分，所以撒種比喻嘅關鍵係咩？撒種嘅比喻關鍵係心明白，正係關鍵。唔係你睇到乜嘢，唔係你聽到乜嘢，唔係耶穌啊蒙垂聽你嘅祈禱，唔係你住嘅屋，唔係你有機會食肯德基，唔係有機會環遊世界，但係嗰個關鍵係你睇咗之後，你聽咗你嘅心點樣？你心如何啊？可以嘅喎，可以有個老婆為你撲心冇病，為你捱擔底嘢，為你犧牲幾十年，服侍你幾十年。但你可以睇到另外一個女人見兒思偏，同你老婆講。分手吧，一个在你穷的时候帮你捱到比你发达，你发达的时候一脚踢你老婆都得的哇，都得的哇，你明白吗？有谁懂珍惜那些真是帮你的人呢？有谁去感激那些真正欣赏你的人呢？有谁真是感恩那些在你有问题受难的时候仍然帮你的人？今天我们看，我们经常说，唉，人心啊，真是不足，所以你的心是关键，环境是客观，你看到这件事，你经过这件事之后，你的心，你明白什么？你明白什么？弟兄姊妹，很关键。就是看同埋聽到乜嘢都唔重要啊！就係好多時候，好多人以為我明白聖經好多嘅道理係喺聖經睇到啊，上課咯，上課咯，聽到呢度啦。我回望我一生嘅時候，我尋日為咗要參加小組咧，我四點咧教會四點鐘啲人走曬。我一條傻佬，一條傻佬坐住 office， 坐住 office 冇嘢做，佢又喺度諗嘢，諗到七點正出門。喺嗰幾個鐘頭入邊，我諗到好多嘢，嗰度諗啦，我究竟明白啲咩啊？我今年五十幾歲啊，我回頭一諗，我信耶穌數咗三十五年，我信耶穌數咗三十五年，呢三十五年我究竟明白乜嘢？我究竟明白咩？最後我發覺到一個好特別嘅嘢，特別嘅嘢就係、是。原来我所有对圣经的明白不是在上课能够明白，原来我所有对圣经的明白是很无聊喝过啤的，很无聊坐在河边，很无聊望着天空的星星看着那一云，原来很多经文是看云看回来的，哇真是搞笑，云有什么好看的？云真是千变万化，有时候啲云啊，有好奇怪嘅形象。我留意啲云，我落水嘅时候有乌云，有蓝色嘅云，乌云蓝色嘅云，有时剩翻个窿，个太阳个光照落嚟，啊，有时好多个窿，有时好少个窿，有时冇窿，有时一嚿云都睇唔到。但系呢啲咁样嘅睇到嘅嘢，睇到感触，让我谂起一啲圣经嘅经文。让我真正体会到究竟这个圣经经文讲什么。你不要想我搞笑，你有看传道书吗？你有看真言吗？传道书和真言都叫读圣经的人你去看艺，你艺如何勤力，在艺无人指挥，无人去命令他，他可以收食，知道收食物，就知道钱不可以花光，
聖經講真言和傳道師叫讀聖經的人，你去睇藝 ，OK？ 不過我冇叫你睇嚿雲啦 ，OK？ 係有咁樣嘢。詩人講咩？詩人我觀察你所做嘅天空，我觀察你所做嘅星星、月光、太陽，正明白神係何等偉大。今日你在上帝所做的天空生活，在上帝放下你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时候，在周边发生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你听到你的心明白吗？但是那些无可能明白更好的，是不是比你更厉害呢？很多时候我们很惊讶启示录，启示录所讲的东西很震撼，为什么这么丰富？但你知不知道启示录是在哪里写出来的？你有看过林波吗？林波啊，看过那些越南那些战争片啊，那些越南人啊收那些捉到那些战犯呢运的地方啊，你知唔知道約翰啊，係喺一個山一個窿一個石山，石山咁樣挖個窿，之後抌佢落去。聽清楚啊！你病喺個窿入邊，個窿喺出口喺上高噶，四幅壁都係石鼓嚟噶，冇人，淨係石鼓，可能有隻老鼠啦，可能有蝨。因为约翰混了很多年我们的石窿里面，约翰就在这样的情况，四幅白石夫石壁看着那个窿，看着那个窿，看天都是那个窿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写下启示录。哇，你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你混着四幅白的时候，你说好惨，没得出去淹没，你会说什么？所以我为了你大家明白，今天搞笑一点，今天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什么叫做明白？大家留意歌词啊，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很会明白我的心。很简单的一首歌。为什么要有声音？其实一首歌是写什么？写爱情故事嘛。但是你可不可以将它想到耶稣？耶稣好爱世人，耶稣为了世人去降在地上33年，他得到什么？得到钉十字架、哦、是不是带着一个爱心亲近你，他得到的是伤害？正如那首歌想说的，他很期望很渴望他所爱的人明白他。所以我哥有一个意思，为什么他明白？你要没有一个很体贴的心，很温柔的眼，很体贴体切体透人心的一只眼去体会耶稣的爱心。所以有些人很奇怪，教会不可以听外面的歌，其实不是你听什么，不是你想什么，可以用作正话嗰首歌，我想讲嗰首歌咪可以表达出耶稣佢为世人上十字架嘅嗰种爱，系咪可以讲得出门徒嗰啲信耶稣啊，可以点样明白耶稣嘅心意，明明白白耶稣嘅心意？
啊，哎，这首歌不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不是一个神学家写的，但是他只不过将他在世间看到的东西很老实的写在歌词上。但是有几多个人可以听到这首歌？我相信你听过了这首歌，你那些啊，我相信是你已经上了年纪的，你这首歌熟到烂，卡拉 OK 你不知道唱多少次啊，你不要飲歌添啊！你飲歌，但你可唔可以呢首歌可以好似呢個啊 PowerPoint 所講嘅，耶穌做咗一切係為咗讓你心能夠明白佢嘅愛。你可唔可以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你可以諗到耶穌原來為咗我哋死，為咗我哋復活，耶穌做嘅一切係為咗嗱我心能夠明白。所以有邊個講一定係翻嚟教嘅？不一定啊，可能你在那边茶铺听到这首歌，或者你揸紧车的时候，在电台唱紧这首歌的时候，你可唔可以接在你所听到、所闻到的你的脑、你的心，可以想到耶稣？我仲话讲，我佩服那班香港的弟兄姊妹，喺你饮茶、睇戏、听歌的时候，你讲咩？阿苏哥，阿苏哥，我话冇啊，这种热情啊，苏哥，阿苏哥，劲啊，八油嚟嘅。我哋会唔会经文记住说第十八节？所以你哋当听呢个撒种嘅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嘅那恶者嚟，就把撒喺佢心里嘅夺咗佢。系咯，又重复啊，心就系、是、撒在路边嘅，撒在石头地上嘅，就系、是、人听咗道，当下喜欢领受。只因心，又看到心，又讲心，发到连带心的字，你心能够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的道拿走，因为心没有根，所以心是不断在这堆经里面出现的。心，你有没有心？我们都知道，你的小哥有心的话，晓来看你，你小哥有心的话，晓带你吃东西，你的小哥有心的话，对你的心是打电话问候你。如果没有心的话，你慢慢等啊你。Okay. 心里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甚至为道受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个经文来讲，恶者来把撒在心里的跌了，耶稣去解释那个撒种比喻，那个在路边的，为什么路边那么危险？因为无论你撒几多，无论跟你讲几多，耶稣给你几多恩惠，耶稣给你几多恩典，耶稣几多听你祈祷，耶稣祝福你发达，耶稣给你一个好的老婆，又给你让你住洋楼养番狗，到最尾你的不明白，你没有感恩的心，对不住，你都没有感恩，因为魔鬼将那种的点点滴滴将你的心夺了去。正如什么看戏看到了，我得到你的人得不到你的心，跟僵尸有什么分别？这是我说的。所以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你回来教会做人似回个人，不要做僵尸。你知道等我说这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就是你没有心的。你看教会整个心，我没带个心来的，你啊，你就变僵尸了。基督徒没带心来教会就变僵尸了。但有些人听到道很欢喜，很欢喜，哇，但是他在说什么？他的心啊是没有根的。所以我对这些人就讲欢喜就好，你开心就好、okay? 所以我以前十八丁的时候，我很多会友来讲到天花龙凤，我就对他说你都欢喜就好了、okay? 你开心就好了、我不要求你开心就好了、okay? 因为我知道这些人遇到患难或者受了逼迫，马上就撇、娶个老婆你又靓，对我又温柔又服侍我，不够钱使他做得多过我，又给钱我使。有一天老婆发生了意外中了风，你不要了，谁我要啊，我送给你好不好 你听到一个很恐怖的话，老婆大平牌八三万蓝，谁我要做他老婆就抵死了。
真是該會咯。但你信不信世界上有這樣的人？這些人的心是沒有根的。這些人啊，你怎樣對他好啊都沒有用。因為有福就同享，有禍你當。OK？ 就正如你說的，大難臨頭各自飛，夫妻本是同林鳥。不是說所有夫妻是這樣，是說那些心沒有根的人就是這樣了。他嫁給你是期待享福的。有一套戲呢，老人家就好明白了。大家還記得一套很紅的戲，剛剛有插底機的時候，一個香港片叫做《京華春夢》。整套戲最精彩就是說，哇，他的最後的汪明荃做到最西方的新抱，只有他是幫這個家族同甘同苦的，即是他賺錢去養他媽去他家婆，其他那些什麼啊，知道沒錢啊，在那裡鬥在那裡搶啊，知道大家不賣完了難了，你傻的，我家裡要享福的嘛。哇，看到嗎？所以京華春夢就將那些人的心沒有根拍得很全神。今天你回來教會，教會是不是京華春夢？或者教會是萬水千山總是情？不知道啊，看你的心會不會明白，你的心有沒有根，你的心的道會不會被魔鬼奪了它，所以奪了留在心。小心啊，弟兄姊妹，因為真言跟我們說，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信聖衣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就是在你的心裡面。今天你的人生越成功或者失敗，今天你明白耶穌和不明白耶穌，不是你比較漂亮我比較肥，不是你是女人我是男人的分別，是比你有沒有心，我們對耶穌有沒有心，我們對耶穌的心有沒有生了根，很重要啊。我經常說有根有基，心无根是什么意思？心和没有连接连相连，即是说你和这个人你不要、有连接是怎样呢？你会不会寂寞的时候你想到谁？我仔细说，你寂寞的时候会想起，你寂寞的时候你想到谁？你想到谁？谁看你的心就落了根了，你知道吗？所以在最無聊的時候，你抬頭抬頭望天空一片靜，做咩咁樣唱啊？呢歌我獨行夜已漸停，係當你好無聊好成嘅時候，望住天空嘅時候，你諗起邊個？你諗到乜嘢？嗰樣嘢喺你嘅心就落根噶。我最驚嘅弟兄姊妹啊！抬头望天空一片静，想那些戏又怎样结局，那就死了。你说你跟耶稣有心，就想着那套戏啊，韩剧啊，香港剧啊，日本剧啊。当人寂寞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心留给谁。当约翰使徒约翰在那个窿入面，当罗马政府运咗喺嗰个岛，运到个顶喺个石窿嘅时候，四幅石壁得有一个好细嘅窿，望到天窿嘅时候，约翰谂到边个？约翰谂到耶稣啊！所以耶稣向佢显现，耶稣将佢同佢讲末世嘅情况，耶稣同佢讲未来嘅嘢。耶稣是不是没乱那么选？为什么约翰配？因为耶稣肯跟约翰说，为什么耶稣不跟彼得说？说话最大声那个。没有，耶稣没有跟彼得说，耶稣跟约翰说，因为约翰配。因为约翰到四幅墙的时候，原来约翰的心是痴住耶稣。我们的心有没有黏着耶稣？是不是一动就没有你耶稣啊？我好爱耶稣，我好信耶稣，
老婆一喝，冇啦，耶稣誓要难难咯。OK， 啊，系啊，好咯，顶弟兄啊，佢未结婚之前好爱耶稣，好爱耶稣，我可以为耶稣死，佢为耶稣去。之后催个老婆同耶稣讲，教会誓要难难啦，再会了。OK， 就咁样讲嘅，从此唔翻嚟教会，因为老婆闹。你想着这一百年来教会这些事发生得少吗？很多的，你不信问一些回来教会来的弟兄姊妹有这些事，他跟你说的谁就这样的、okay? 一大堆人名跟你说一欲就没了。重点是那个是不是你、弟兄姊妹很重要、这件事那个是不是你、你对耶稣没有心，你这个心对耶稣是没有根、那个是不是你、这个就是关键。我让你更加明白，我又拣手一首歌这个老歌来的大家想到什么歌？我从来没有想过到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这时刻突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不知道应该回头还是在这里等候，在不知不觉中泪穿行、留意一下歌词，早知道是这样，我不会答应你离开身旁，我说过我不会哭，我说过为你祝福，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你知不知道那个心无根的人最喜欢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台湾最新的歌声，可惜没有如果，可惜是没有如果的，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那首歌写得很真的，他想着他得，他想着很潇洒，可以想着说爱人跟别人结婚了，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他想着他得的，他想着可以祝福的，他想着。很多时候心无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是真正明白的时候，你想着你得的，只有那首歌。但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那夜来到的时候，那个风浪一来的时候，那个困难一来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想，为什么我要哭的？为什么我要哭的？那首歌就跟你说，他想着他得，他想着而已，你明白吗？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上一年纪的那首歌都懂背，但又想我，你想我，他不会我信耶稣信到这样，你想着你得的，但为什么你哭？你说到很多基督教的词，原来一个想着他得的，一个不是明白，想着他明白，那心无根的，好像好像个迷途羔羊，有时出现的时候，blur，哇，blur，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你心真的明白，如果你心对耶稣有根的，你能够面对一切风浪的。所以正话阿妈咧唱首歌，就是我力量。不过你就话你唱到好似好醒啊，就是我力量。OK， 哇真系好笑啊！你都好笑啊，好笑啊！突然间有机会你唱啊，不过唱大声啲 ，OK， 唔好唱到好似咁样啊！证明咩？你个心啊系冇根。怎样挡我的浪要死的弟兄姐妹，也不要高估自己、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没有跟你没有冲、要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心未到那个地步，你千万不要勇敢、我不想你死经文的说话，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塞住了，不能够结实，
撒喺好地好地裏，好土啊！寫錯字，應該拍咗好土上嘅，就係人聽到明白了，後來結實嘅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結論嘅時候，耶穌講咗一樣嘢，咩叫做明白？咩叫做你嘅心冇根？咩叫做就算你有根又如何？但你有好多麻煩。聽咗道好耐，有世上嘅思慮。錢財的迷惑，真的，我們在一起回來教會久了之後，你會發覺到有些人他應該很有條件，很有條件能夠明白耶穌的道，很有條件活出更好的見證和生命，但很奇怪，最後跑出的是烏龜。大家看過龜兔殺虎，兔子很怕走，是不是很走得烏龜很慢，但是很驚訝的時候，你回到教會來了的時候，贏家是烏龜，不是兔仔。想著他很掂的，反而是衰。因為越扮在想的人，越精靈的人，越想得多，而想得多的時候，想過龍之後，不可以讓神的道結實。所以耶穌說，我無論你是烏龜，好啦，用鄧小平說，我无论你是黑色的，我不理你是白色的，总之你要捉老鼠做好猫，听过这个？我无论你的黑猫或者白猫，懂捉老鼠做好猫，其实是来自圣经啊。耶稣说，我不理你几时信耶稣，我不理你信耶稣是蠢的，是叻的，但我要看到的是你可不可以结果。是啊嘛，你無論你我點樣種榴蓮樹啦，你無論你我東種茅山王、西種茅山王、前種茅山王、後種茅山王啊，山頂種茅山王、山腳種山王都唔重要噶嘛，重要我呢棵茅山王識唔識打茅山王噶嘛？我收榴蓮嘅時候，我大把榴蓮汁啊，你話知我點種啦、啊？你明白嗎？你知道講咩？你知道耶穌講咩？耶穌講咗一個真理。好多人明白卻看不透，想不透。他想住好猛拉諗，一越諗越死，越諗越驚，越諗越唔敢信，越諗越唔敢去。耶穌講咗呢啲咩？你諗住佢好叻，唔係呢啲係諗唔透啊？點解？點知你諗唔到？呢都唔結果嘅，唔識打嘅，成日講句係留戀樹，每次睇到打公招佢嘅。想得透就要結果，同埋唔係結一對一啊，係百倍收成，係豐收，係豐收。每個基督徒如果真係心明白耶穌，對耶穌有根，到最尾堅持嘅時候諗得透，唔要多諗，呢啲人嘅生命可以結果百倍。弟兄姊妹，你睇得透嗎？你想得透吗？啊，感谢神，我找到一个 YouTube 很有趣，这个 YouTube 很有趣，这个 YouTube 啊，这个 KTV 那个整个 YouTube 啊， 是教会拍的，这个是个教会来的，这个教堂啊，但是这个人啊，真的不知道想什么啊，但是这个整个 YouTube 它的歌词和拍的戏呢，就是可以是一个考题，是一个考试，考你们究竟你明不明白耶稣，究竟明不明白教会，就考你们，大家看看，其实他有一张很多很深的东西藏在这个 YouTube、大家看看，大家听看，我这个我没有唱，请大家看，大家听，大家看得明白要跟我们说什么，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啊？邊個去廁所啊？去廁所先啊！嚟，冇話，我去廁所。OK， 好，開始。OK， 一個教堂嚟啊，聽到冇？一個十字架。呢個教堂好得意嘅，嗰個坐嘅位，佢嗰個十字架係有一個河，一個湖。你冇有凳啊？教堂嚟啊！佢個歌名咧，同我哋有關係啊！叫做敬拜崇拜，我回来教会敬拜神，他的歌名叫崇拜、大家留心听啊。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作者开始将佢另外一层意思开始表演俾你睇。OK， 大家睇到咩啊？跟今日嘅道好有关系啊！明白呢个教堂好得意，呢个教堂好得意。嗰个十字架系去唔到啊！第一个得意就系佢散场嘅时候咧，佢一开始同散场咧，佢值得用呢个窗口睇到两个十字架。那個十字架是隔有湖的嘛，有水的嘛，那些人敬拜那個十字架呢，就是可以望的，就是去不到的。好像什麼？好像你好像明白，其實你真的明白嗎？你看到你好像信耶穌，他來是敬拜神，他那個都說崇拜，他來崇拜神，但是你發到那個老人家是去不到十字架，他由開始到結束呢，他同一個畫面一樣，就是十两个十字架，一个很近的十字架，一个去不到的十字架。我相信这个作者，这个编这个 KTV 的这个人，一定很熟悉基督教。
我相信你都看不到很多基督教的东西。你发到一首歌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歌声很奇怪啊，都是那幅墙啊，其实是什么啊？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证明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真的很浅。那个叫哭墙，大家知道什么哭墙啊？ The cry wall， wall cry 啊。你去应许之地以色列呢，那个圣殿拆晒了，今天剩下一幅墙。犹太人呢每年都去那幅墙喊啊，所以这首歌直登是用这样的情况来讲啊。那个女仔唱歌对着那幅墙唱哭墙。大家有没有留意开始的时候用了很多那个画面有字的，骄傲、妒忌，全部是关于圣经讲的东西。前一半的时候是讲着个老人家看着那个十字架，下一半的时候出现一个女仔。这首歌是讲爱啊，讲着一个忘年恋爱啊，忘年恋爱，一个好后生的女仔喜欢了一个老人家。这个歌词的牌都会有这个意思啊，一个好后生的女仔喜欢一个好老的老人家，但那个老人家很有信仰，但是他不敢去爱这个女仔。这个女仔等啊等啊等，我痴痴等啊，最后那个女仔说，你居然不可以接受我，我走咯。所以作者在这里面，我相信这个人一定很清楚教会的，他是这个 UATV 讲出教会面对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爱情的问题，一个是两代问题，因为教会没有了青少年人。同埋成首歌就强调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因为变歌词拎出嚟，我存在喺你嘅存在，你以为爱就系被爱，你啊挥啊挥霍咗，你嘥应咗，或者你嘥浪费咗我对你嘅崇拜。其实呢度系讲咗教会年长嘅喺教基督教家庭入边，你嘅细佬哥后生嘅对年长的强迫去所说我很爱你的仔，我爱你那种的心态，好像那些后生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读什么，谁说的阿爸妈就是说我教你吃、okay？ 所以他又讲了基督教第二代面对他信仰的那种挣扎，他讲出他的反省，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即是说阿爸阿妈，你觉得我爱你就是我听完你说，我要读什么你说，我不跟呢我就是衰人，我不跟呢我就是衰仔，我不跟呢你就不爱你。他说你这样做啊，你浪费着我对你的尊敬，崇拜了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敬意。他最后决定什么？他要离开嘛，做咩佢要离开？我要存在喺我嘅存在，所以明白，所以离开，所以唔再为爱而爱，因为呢啲爱系你所讲嘅，所以我要我自己存在，冇系你睇唔到你啊，喺你之外啊，所以我要活在，我要生活睇唔到你。请问今日嘅社会有几多基督教家庭嗰啲仔女帮阿妈妈住啊？傻嘅你！啊！你一读到读完书做工，第一件要做嘅嘢就储钱买屋，唔好帮阿爸阿妈住。有基督教入边同多咁样嘅声音啊，几得人惊嘅，因为帮阿爸阿妈住，点解？因为我哋对爱产生咗误会，呢个人都唔明白耶稣。人系唔可以离开神而存在。耶稣不是只要你给他，耶稣有几要求人给他爱，没有。耶稣圣经所说的爱是互动的，是互动的。耶稣可以为世人牺牲，耶稣都要求世人为了信他去爱其他人，还有以爱耶稣有些活动行动，有些行为去证明你真的爱耶稣。所以奉献是一个表达，所以他这个作者作者他误会了爱呢就是被爱，其实爱是互动。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轻易说我爱耶稣，
好轻易讲啊，老婆，我好爱你啊！我哋轻易讲啊，仔啊，我爱你啊 ！OK， 但系如果你嘅爱系冇心，如果你嘅爱系冇根，即系我哋讲话，如果你寂寞嘅时候，你唔秒怀念你所讲所爱嘅人，你嘅爱系咪爱？你的爱要变成一个只是要求，所以很多基督徒回来教会，很多基督徒明白耶稣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要求耶稣，你要听我讲，耶稣你要祝福我，你祝福我这样，祝福我那样，祝福我那样，哎呀你祝福我，我不信你，你不给我，我不信你， OK， 你帮我，我不信你，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首歌跟我们说，这个 KTV 跟我们说，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好像比我们更加明白，所以这首歌一点都不简单，但是他错的是人不可以离开神而单独存在，他以为他可以，他以为他可以活着，人以为自己可以活着，人只有人存在的地方，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头发变白变黑粒都关神事，亦都证明我哋心脏跳唔跳都关耶稣事。所以人系冇可能脱离神而活着，人冇神嘅祝福，人就死啊，冇可能存在。所以呢个系作者佢搞错嘅地方。所以当你结果累累，就证明咗真嘅明白。点解要出现嗰首咁样嘅歌？要出现咁样嘅 KTV， 系因为教会唔明白，教会嘅明白系唔可以结果嘅，唔可以让世人明白耶稣嘅爱系互动。佢哋明白嘅耶稣嘅爱系被爱，净系领受啊！因为佢哋翻嚟教会嘅时候，发觉到教会人，我要逼我做嘢，你要付出，你要奉献，咩咩你做咩啊？所以他们误解了耶稣。为什么他们误解了耶稣？是因为我们，我们都叫做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见证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的明白不结果，没有见证，没有荣耀神，我怎么可以叫人家不信耶稣的名字？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明白，就好像玛利亚带我们唱一首歌，所以我们要起身，如果你可以起身，我们唱这首歌。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可以结果的那种力量。我们问我们的心，耶稣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谁会改变，高山水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呜呼，呜呼，呜呼，呜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
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他的水会改变，高山水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让我们却不害怕。喂吼，喂吼，喂吼，喂吼。我哋带着明白嘅心，我哋嚟读呢几句话。我哋大家一定开声嚟读啊！耶稣做咗一切系为咗让你心能够明白，让你心真能明白，能够面对一切风浪。当你结果累累，就证明咗你真嘅明白了。我哋再嚟一次，耶稣做咗一切为咗系让你心能明白。让你心真系明白，能够面对一切风浪。当你结果累累，就证明咗真嘅明白了。弟兄姊妹，我哋低头，我哋做祈祷。亲爱耶稣基督，喺呢个时代做个基督徒一啲都唔容易。喺资讯爆满嘅时候，喺好多人将好多嘢搞错误会嘅时候，如果我哋唔系真正嘅明白神的爱，神你自己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迷惑了，好像一个迷途的羔羊，不知怎么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得，但是很多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喊了。我们经常说可惜，又说如果，如果早知道，这些话经常在我们发生时之后不断的后悔，不断由我们口中讲了出来。主啊，开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过往的无知，给我们一个有坚固坚定信靠你的心，让你的道，让你耶稣基督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我们在半夜三更望着天花板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当我们看到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助是耶稣。当我们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深信帮我们杀出重围的是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事怎样发生，但我相信靠着因着你的爱，你靠着你的大能大力，你必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出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活出一个结果累累满有荣耀神的人生。施恩怜悯我们，恩待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一生无悔，这一生荣耀归你。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平安，我们散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感谢主。